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前段时间有人说我为什么总戴帽子啊？以为我是秃子啊？其实呢不是啊，只是这个帽子一直戴成一种习惯了，就感觉戴上它以后呢，对自己的发型呢瞬间有了安全感，把它遮住了，因为发型不太好看啊。好，言归正传啊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就是说平时我在家做菜呢做一些什么，都是一些很家常的东西，但是呢很想分享给大家啊。